不好意思，同学，刚刚在处理班上事务，耽搁了不少时间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上我们最想上的历史课。你这样害我好害羞。夏老师，夏老师在哪里啊？前班加分，前班加分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第25页。1789年的时候呢，发生法国大革命。燕真，你那是玉米浓汤吗？你那是培根呢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老师，这跟你的外表一样可口啊。哇，你们今天嘴巴怎么这么甜呢？哎，小老师，全班再加一分。哎，你们不觉得冷气很冷吗？北极熊都快死了，你真的不觉得冷吗？